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Tokipona。对，一开始应该先从维基百科开始好了。来 ，Tokipona 这个当然不是中文的啦哦，可是它很有趣。那你知道我从上学期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人造语，对。那人造语怎么样子做？我们之前讲了很多。那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字典都很大，对。那我们都可能是20000字的字典，那可是字典我们没办法校正，所以呢就品质都有问题。那所以我最近就看到这一个语，之前我就知道这个语，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它。最近仔细研究它，发现这个语还真的很有趣。之前我研究过另外一个人造语，叫做逻辑。Logic Bar。这也是人造语言啊，逻辑吧，1955年设计出来的人工语言。那现在这个 Tokipona 呢更晚啊 ，Tokipona 是2001年夏天才设计出来。所以其实人造语有很多种，最早期的比较知名的一种人造语叫做世界语。世界语其实。它当初设计出来很早，它大概在英语还正在成为国际语言的时候，世界语就被设计出来，打算跟英语竞争，希望说成为让用世界语成为国际语言，最后英语赢了。OK， 所以现在我们才学的都是英语，可是问题是，世界语跟逻辑语其实继承世界语。那它的字都很多，那字多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困扰，因为人的脑袋就是记不住字多，人的脑袋理解力很强，但是字多就是记不住。那你字设计的这么多，你对人就是造成很大的困扰。好，那现在 Tokipona 我觉得它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其实之前都这样想，但是那些句子我都造不出来，因为你会觉得用这么少的字要能够表达所有的语句，有可能吗？那在 Tokipona 我就觉得他做到了，他给了我一个超好的范例，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用超少的字，其实还可以更少，但是他用122个字，几乎可以让你讲所有的句子，122个字。那你会说，那英语不是更少 ？A B C D， 总共只有26个字。不对哦，因为26个字母，那最后他得用 ABCD 的一些无意义排列组合，然后呢再造成比如说10万个字，然后你才可以说哦，不用10万个字，1万个字你才可以说，所以最后你的脑袋记忆量会是很大。你用英语你虽然只有26个字母，但是你要记的是后面困难的是后面那个单字。那所以你脑袋的记忆量会是很大的，可是今天道本语呢，它让你脑袋的记忆量是很小，122个记忆量就够。那等到我把它汉语化之后，你又发现完全不用记了，但是你要知道哪122个字是在这个里面，就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那你就不用额外记，但是你要知道范围在哪里。好，那这是 Tokipona， 它有它的符号商标。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有趣的。这个 P Tokipona， 那这一楼 Gen， 一楼就是工具， Gen 就是人， Color 就是鱼， Luca 就是手，Money 就是钱，Nana 就是山， Oko 就是眼睛， Pipi 就是虫， Suno 就是太阳， Tomo 就是房子， Uta 就是嘴巴， Waso 就是鸟，
阿卡西是爬虫。好 ，OK， 奇怪，我怎么不记得他阿卡西是爬虫？哎，对，是不是写错了？好 ，OK， 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些单字范例。那总共它有122个字。那这里，它从这122个字又可以延伸。那像这个 Nina， 刚刚说 Nina 是山，怎么变鼻子了？对，因为鼻子就是会吐气的山，所以鼻子。OK， Oko 刚刚说什么？但是现在变眼睛了。那就是它都是用会意的，对吧？就我们中文的造字法不是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种东西啊？会意，它是一种会意式的语言，就是我这样拼，那应该就会这样想。好，那如果你不这样想，那就请你把这个用法记住，那你以后这样想就行了。OK，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很有趣。那为什么它可以把质量变这么少？举一个很厉害的例子，我们看到颜色，你知道，颜色都有很多种。我们光是用电脑的色谱就有25×25×25那么多种，但是我们人的自然语言也没那么多种。我们中文可以讲得出来的，就红、橙、黄、绿、蓝、靛、紫、灰、白之类的。经营，那可是人造语不能弄多字啊。人造语如果把这十几个字塞进去，它的语言就不可能只有122个字。所以他怎么做呢？他采用了色料三原色，所以他的颜色相关的就只有这三个。那如果你要说要有红、黄、蓝，那如果你要讲绿色呢，就说黄蓝。如果你要讲这个紫色呢，就说红蓝。如果你要讲橘色，就说红黄。好，这是他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以电脑的人的做法，应该不要用红黄蓝，应该用红绿蓝。用红绿蓝的话是色光三原色，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啊。所以我后来根据他。我就做了100人造小汉语，那他就把黄改成绿，然后他还有一些我有改掉。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正式来看一下道本语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好 ，Tokipona， 这个投影片叫做 Tokipona in 76 Illustrated Lesson。就是 Tokipona 76克啊，那76克看起来好像很多，其实很少，它每一克都只是一张投影片而已，所以只有大概不到100页，包含前后不到100页。这个哇，这样子我翻页不太好翻，我看一下有没有 page down， page down。 好像不行耶。好，算了，我如果这样翻译不太好翻，反正这一个是创作共用的，我已经有放到 SlideShare 上面。那我就用 SlideShare 的版本。好，这样子就比较好翻译。好，那 Tokipona 啊，这个投影片还有英语版，还有世界语版 ，Esperanto， 这就是世界语版和道本语版，这厉害厉害！他把这个影片做成三版啊。好 ，OK， 那你看到这个，这是道本语的一些聚会，所以你会觉得奇怪，这个语言用的人好像都很怪。感觉就像野人一样，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学道本语？因为第一个它很有趣，很容易学，而且跟其他语言都不像啊。
那每一种声音看起来都很诚恳，哈哈，只是为了好玩。那去教你的朋友，然后用它来做密码，那你们就可以讲密语。那去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思考方式，但是你不需要花一整年来学。那再来去看看怎么样子只用120个字就可以讲话。那因为学习语言是一个技能，可以增加你学习其他语言的能力。那因为他教你如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最后只是因为要讲话啊，而这其实这个东西背后有一个哲学跟人工智慧有关，叫夏皮尔沃夫 hypothesis 啊，夏皮尔沃夫假说啊。这个假说说什么呢？他说语言决定了你的思考方式。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如果没有语言可以思考，那你说可以，我还是可以思考，但是你的思考剩下什么？这是一个疑问。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语言，比如说之前澳洲不是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被小 baby 的时候被带出去野餐，然后那个野狼在旁边，然后那个他们爸妈就离开一下，结果那个小孩被野狼叼走。那叼走之后，那个野狼不但没有把他吃掉，而且还把他抚养长大。而这个人长大之后呢，他就变得行为模式都跟野狼一样。那他没有办法学会语言，他所有的语言都是跟狼一样的狼叫。那后来这个事情他被拍成电影 ，OK。那对这个人来讲，你觉得他的思考模式会是什么？他能跟我们做同样的思考吗？这就很难讲，对吧？如果你今天没有在小时候就在这个环境，你有办法发展出你现在这样的认知体系吗？这很难讲。倒过来，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黑猩猩好像跟人有一段距离，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他们不会讲话，但是鹦鹉会讲话，可是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比黑猩猩笨，对。那如果今天黑猩猩具有鹦鹉的喉咙，然后而且他小时候就在人类社会被养，那他有办法变成一个像人一样的生物吗？这个又有另外一部电影，有没有《星球崛起》？那个猩猩智商超高的，除了不会讲话，他其实都什么都会。然后呢，后来他就带领那个一群猩猩，然后反抗人类那个。那可是这是有真实故事的，有一个实验就是。动物学家他们想知道猩猩的语言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就真的养了一只猩猩，而且每天都教它手语。因为猩猩发不出人类的语言，它的喉咙构造不一样，所以我们人类教它手语，从那个猩猩很小就开始一直教它手语。后来那个猩猩可以表达，几乎可以用手语正确的表达所有沟通的事情。有听过这个东西吗？那这个又是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如果你有些生物，你其实是可以把它训练的跟人很像。那目前智力最高的我们啊，据某种不知道科不科学的衡量，那就是说海豚和猩猩啊，特别是
黑猩猩和红毛猩猩啊，是智力最高的几种。好 ，OK， 所以这里牵涉到的，刚刚讲小 Beowulf hypothesis。好，那如果你多学一种语言，你会不会变更聪明？对，这是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啊。好，那我们这个是他所有的目录，但是你不用担心他目录很长，看起来好像很长，好像是一本书，不用，因为其实他每一个目录都只有一页。好，那这就是刚刚那张图，我们看，那我们就从头看起。好，道本语的第一开始，其实语言一开始，人类的语言其实它的分布是不平均的。怎么说？其实是跟你最切身相关的，你就会给它一个字，而且那个字通常越短。那不常用的，你就给它比较长的字。那所以呢，这里 me 就是我啊 ，sina 就是你 ，ona 就是他啊。但是道本语不分男的他、女的他或无生命的他，通通都是他。OK， pona 就是好或简单或把它变好、修理。所以道本语也不分动词和名词。比如说，它一个词既可以当动词，又可以当名词，又可以当形容词，看它到底位置在哪里而定啊。这样子它字数才会少啊。那 moku 就是吃或是食物啊，这个原则你应该很清楚了。你看，吃是食物的动词，所以它是不分的，同一个字啊。kitty 是水果啊 ，pipi 是虫。那现在就可以开始来造句了。他说 ：“Mi pona 啊，就是我好啊，就是我很好啊。”“Sinamuku 就是你吃啊，就是你在吃东西。那道本语也不分什么 ing 现在式、进行式、未来式、过去式，没有，他没有分这种东西。他跟中文比较像，他如果真的要强调未来，他就说我什么未来就好啊，就不会加什么事啊。”这种什么事的，好像目前我看到只有英语比较有。那接下来更多简单句。Ona li pona 啊 ，Ona 是他 ，li 在这里很难翻哈，但是你勉强可以翻成是，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翻啊，所以就讲li就好啊。所以从此我们遇到li我都只讲li啊。那因为它如果你翻成是，有时候也会误导，有时候会误导，因为你是一个结构用词，所以凡是结构用词，像我们之前在人造语，我们也是这样做，凡是 of 这种东西 ，of 啊，然后 and 啊 ，in 啊这种东西，我们就不翻了，因为它太多结构上面的用途。那道本语的理倒是很清楚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理到底是什么意思。Ona li pona 就是他好，他是好。那 kitty li muku 就是水果是食物，那 pipi li pona 就是虫是好的。啊，虫，你说虫是好的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我要吃它，或者是就是不知道，反正虫是好的。那只要你感觉好的，你就 pona 就对了。所以这个 pona 可以就是跟中文的好很像啊。好 ，mi muku e kiri 啊，就是我吃 a 也不翻 a 水果啊。a 是什么用途呢？啊，先看一下这里就可以解释 li 和 a 啊。他说 subject other than me or Sina 啊，这个其实就 subject 了，不要想那么多了啊，就是主词加li。再加某个东西啊，那这个就是它的简单句用法。那通常这个里就很像是的角色，但是其实它的意思是说，我的主词到这边结束了。里的意思是我的主词到这边结束了，因为它的字都可以粘在一起的。如果
而且它的修饰语是后面修饰前面的，这样我们会看到。那它后面修饰前面的话，那它可以一直修饰下去啊。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离在那边把它断掉，它就不知道主词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它才有离这个东西。所以离是主词结束，或者是啊、某个词结束。OK， 好，那如果这个词是在第一个，那就是主词结束。OK， 所以离是用来断词用。再来 a， 这里的 a 也差不也是断词用的，但是 a 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它后面接受词。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语言有分 SVO 结构、SOV 结构、VSO 结构这种，那就看主词、动词、受词到底它的前后顺序是怎样。那道本语基本上它也是类似，而且它也是 SVO 结构，所以它是主词，然后呢动词，然后受词。但是主词和动词之间通常要有一个li分开，那动词和受词之间通常要有一个 a 分开。好，这样可以了解。那可是有两个例外， 我一直很讨厌这两个例外，不过想想它只是为了让句子短一点而已。哪两个例外？他说除了我和你后面不用接你，其他的都要接你。那显然因为我和你太常用了，所以他不想再接个你。可是如果以句法结构要很一致的话，应该是都要接你才对。可是没办法，他很讨厌那个多一个你，就其实多一个理由觉得也 没多长、再来更多字。他说旧就是 have， Lily 就是小或年轻、那 Sully 就是大或高或长或重要、所以他一个字其实会意、大高长重要、好像都是指那个正向的那个空间大小的意思吧，对吧、所以就是通通都用梳理。Jane 就是人或某个人、任何一个人。Molly 是杀或死。那 Elo 是 tool 工具。Ejo 就是 thing 东西或就 某个东西就物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形容词和副词。他说 Moku Pona 食物好，食物好，所以他的形容词在后面。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更多。 Jen Lily 人小，人小，人小是指小孩、Small person、小孩。日本人在学了中文之后，他们没有用孩这个字，所以他们的小孩真的就写成小人。对，但是在中文我们讲小人是指坏人，对。可是中文在这里其实反而它的歧义性，因为你要讲小人，你不如就讲他是坏人就好。可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发展那个历史很长，所以他就这里就没有弄得很简洁。那历史越长的东西通常越复杂，这跟我们写程式一样。你知道写程式一开始我们写的都很短，哦，怎么一个编译器500行就写完，而到最后你会发现编译器居然要500万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因为工程的发展，到最后什么都要资源，然后让你更方便，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用，最后是每个都很难学。再来Kirilili 是小水果、小水果、所以它是 Kiri 是水果， Lili 是小，所以是果小，果小。 Cinnamoli a pipi Lili、就是、你 Molly 是死或杀、你杀死了 a 没有意义、就后面是受词 pipi皮皮是虫，莉莉是小，所以你杀了小虫。皮皮里摩库诶依旧，就是虫
吃，一九一九是物了，某个东西，所以从正在吃某个东西的意思。好，那米酒诶，kiri，就是我有酒是有，诶，kiri水果，我有水果。好，ona li pona，ona他，li pona。 ona li lili， 它小 ，OK。mi moku lili， 哎 ，kili lili， 我吃小，果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小口的吃小水果，就我小吃小水果，我小吃小果。 好，所以在这里大概李汉A大概已经清楚了，那除了米和Sina，就是我和你以外，其他都要加李，那我和你是例外，因为他认为我和你后面绝对不会再接形容词，绝对不会再接修饰，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例外不好，让规则复杂。好，再来 tense 时态，那他说 mipona。 Mipona 是我好，那到底是我永远好 ，I am good 我是好人，或我是代表一个事实或者是 I was good， 在英文里面 am 和 was 是差很多的我说 I am good 是我是一个好人 ，I was good 要么就是我之前好，现在我不好，不然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所以我过去好，但是我已经不在，所以。 I was good， 这个 was 不能乱用之前那个有老外破魔山，就是因为那个犯人他讲了一个 was 之后就破了。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一个 was， 他们自然直觉的反应，他们语言英语的东西已经内建在他的脑袋里面，语言会透露一些蛛丝马迹。他讲一个 was 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个警官就觉得不对。 所以后来就破案，那你怎么会知道他死了？只因为他讲了一个瓦斯。好，那 sinamoku 就是你吃啊，到底是你已经吃完了，还是你正在吃，还是你未来要吃这不管的就是道明语跟中文一样，中文也没有这种东西。我说我吃就我吃啊，我管我是现在吃，我还是未来吃，我还是正在吃。 我们中文是没有这种分法，所以道本语跟中文有点像。上次我看的逻辑语跟中文也有点像。其实，反而英语这种有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这种很奇怪，很奇怪。再来 ，pp li mori，从里mori，mori死的，从死，到底是从现在死还是未来死还是过去死，这不管。 moku mi， 就是吃我，这就不一样了，就是 moku mi， 吃我这个可以讲是吃，也可以讲是食物，在这里是食物，因为它放在第一个，因为 svo 的第一个是 s 是主词，主词是名词，所以你必须要把 moku 当名词解释，你不能把它当动词解释，刚刚的 moku 我们常常都说是吃。 但是你看这里是 sina moku， 它是放在 sina 后面，其实应该 sina li moku， 但是它为了节省，把那个 li 修拿掉，所以 sina li moku 就是我里吃，那在 li 的后面代表它是动词，所以它是用吃，可是在这里的 moku 呢，它是在第一个，所以它应该是名词，所以它代表的是食物。OK， 所以 moku mi 就是我的食物。 米是我，食物我，那就是我的食物。pipi sina 虫你就是你的虫。ilo gen gen是人，ilo 是工具人，不是我们中文的工具人，不是那个，这个，ilo gen 是指说工具人是指人变成一个修饰语。
它只要名词第一个字才是真正的那个名词，后面全部都变修饰语。只要一个片语的话，里面第一个字一定是它的主要，然后后面都是修饰。所以在这里的Elogen 不是工具人，而是人的工具。人的工具就某人的工具。Kiri Ona 就是Ona 是他，那 Kiri 是果，水果。那所以 Kiri Ona 就是他的水果。Mi jo e ilo sina 就是我有 a 工具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有你工具，我有你的工具。OK。好，再来更多字啊，更多字来这里。Telo 是指水或液体或任何液体的东西，通通都是用 Telo。好 ，Suno 就是太阳或光，或任何会发光的东西之类的，电灯。Unpa。Unpa 是指性或交配，这古阿莫常用的交配的啊。那 ，ike 就是不好的、邪恶的、复杂的，通通都是 ike。对 ，utara 是指战争或打架。nasa 是指疯掉的，或者是怪的，或者是笨的，或者是酒醉。酒醉的就是怪然后 Olin 是指爱Mute 是指很多很多 Ilo Muku 那 Ilo 是工具， Muku 是食，吃东西的吃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吃的工具，餐具，所以包含碗、筷、盘、汤匙、叉子都算了Ilo Utara， Utara 是战争Ilo Utara 就是战具，战争的器具，战器。那战器有什么？刀、剑、枪在这里它只讲枪，但是其实刀剑应该也归在这里。可是这种最后会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说如果你未来用多了，就以罗乌塔拉你都拿来指枪的话，那你以后就不会拿它来指刀了。OK， 那指刀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再多加一个词比如说金属的，或者是锋利的或之类的，就是。好 ，Jen Pona 是好 ，Jen 是人所以是人好，人好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指好人这可能也是一个可以涵盖的，但是他在这里是指朋友人好朋友就是好的不是朋友就是不好的，这样差不多是这种意思那 Jen Utara Utara 是战争人，战人就战士，所以是士兵。捐 Unpa 捐 Unpa 是指那个 Unpa 是性就是交配的那个性所以捐 Unpa 是人性，就是性人那交配的人可能指你的配偶，或者是指像妓女是专门交配的人之类的 OK。那再来 ，Jen Olin 是指爱，爱有没有？这里 Olin to love 爱所以 Jen Olin 是指男朋友或女朋友，恋人恋人，日本人就真的用恋人对Jen Suri 是指那个Suri 是指多还是大？梳理对，这里下面有写，好，
那它是指成人，就是大的人，大人，大。那 Jen Lily， Lily 就是小，所以是小人，就是小孩。Telonasa， Telonasa， Telo 是水， Nasa 是怪，怪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酒，会让你变得怪怪的水。米母体，哦，米母体就应该念体，米母体就是我多多个我，很多个我，我们。哦，那母体，他多很多个他，他们。啊，屁屁，从一楼工具，见人 ，Kitty， 水果，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有这一页？这词刚刚都好像看过了。他的意思是说，不分单数复数，因为他跟英语对照。Pipi， 我可以指一只虫，也可以指很多只虫，不分单数复数。这对我们学中文的来讲，实在是太自然了，因为我们讲虫也从来没有管它是单数还复数，只有英文才会有管单数还复数，对吧？好，再来。新阿苏里里伊克啊，新来的同学，我们今天讲一个奇怪的东西，叫道本语啊 ，Tokipona 啊，道本语啊，那对，就是它是一个只有122个单字的语言，几乎你可以用这122个单字讲出任何的话。人造的吗？还是人造的？它是一个语言学家在2001年创造。那他们有写书和投影片，这是其中一份投影片。好，来 ，Sina Suli Li Ike 啊，就是 Sina 是你啊 ，Suli 是大 ，Li Ike Ike 是坏啊，所以呢，你大又坏。好 ，Ona Li Pona Li Suli Li Nasa 啊，就是他好。大而且怪，他又好又大又怪啊。Suno li suli li pona 啊，就是 Suno 太阳啊 ，suli 大 ，pona 好啊，太阳又大又好啊。Pipi li moku e kiri li umpa 啊，从吃果。从吃水果，分爬，而且交配。那 Janasa li jo e ilo utala 啊，就是人 ，Nasa 怪啊，怪人 ，li jo jo 就是有 ilo ilo 是工具 ，utala utala 是。战争，所以怪人有战器，怪人有战争的工具，战争的工具通常指枪，对，对是怪人用枪干嘛呢？李莫里诶，娟莉莉，莫里是杀，娟是人，莉莉是小，所以怪人用枪杀了小孩。这句是这个意思，这句是两行连在一起。好，再来，米纳萨就是我怪，那就是我可能怪怪的，或我疯了啊。那米奥林诶西纳啊，就是我爱你啊，请注意这个奥林诶西纳。这个 a 一定要加，因为 a 是代表后面是受词啊，所以它一定要加。那如果你不加的话，它就这个会变成它的修饰，就变成 olin 的修饰啊。那 jen utala li utala a ona 啊，就是人 utala 啊赞 li 赞 a ona 他啊，就是战士赞他。战士跟他打仗或跟他打斗，好，
然后 li moli 这又是上一句的接着 li moli e ona 而且杀了他，战士跟他打斗而且杀了他。再来 sina gen lili 就是你人小，你是小孩。然后 gen suli li moku e telo nasa 就是人小，你吃诶 ，telo 是 telo 是哦 ，telo 是水啊、人小吃水怪，哎，不对哦，这书里是大人大吃水怪啊，其实是大人吃怪水，大人吃怪水就是大人喝酒。米酒的卷奥利就是我就有的人奥利，奥利是恋爱的爱、所以我有爱人。米母体里莫里就是我杀了，哎，对，我们死了、米母体，米是我，母体是多，多个，很多个，所以很多个我就是我们。莫里杀或死，我们死了或我们杀。那 sina ek 母体就是你坏，然后母体多，你坏多是什么意思？你很坏。ek 坏，或者是。但这里 单一个字，单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像糟了，糟了。我们讲糟、就是指现在的状况、警示语、对，那种、好、就是状况很好。到底是什么状况好？你要看那个情境才知道、所以 pona 就是好，对。然后接下来更多字 ，looking 就是看啊 ，willy 就是想要啊 ，jacky 是脏的或垃圾或恶心的啊 ，tomo 是房子或者是洞穴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室内啊，那口是软的啊，或者是。粉的或者是黏的，你是这或那种，但是你又是个结构词啊，所以最好不要翻。那母是太那个月亮、月亮母。好，接下来说米 telo a 米就是我水 a 我水我是什么意思？我洗澡。我用水弄我自己，所以我洗澡。米 pona e tomo 米，我好 e tomo 是屋子或洞穴。米，我好 e 屋我，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我后面好是指动词。因为我后面不用接你，所以好就已经是动词。我好就是好当动词就是修好。我修好屋子，我修好我的屋子，我修理我的屋子的意思。好 ，Jen Lily Li Willy A Taylor Kitty 那就是人小小孩。你 Willy 是想要 A Taylor Kitty 想要 Kitty 是果水果 Taylor 是水，所以是果汁小孩想要果汁。 Pipi 你 Moku A Ona 从你吃
哎，它虫吃它是什么意思？虫咬它、啊、那 Jenny Li Pona Luki、啊、就是人那个啊，你 Pona 好 Looking 看，就是那个人好看，那个人漂亮的意思。Sina Ike Looking、啊、你坏看，坏看不好看啊。Kojaki 啊，哎 ，Kojaki， 等一下 ，Ko 是啥 ？Ko Moku， 哎 ，Moku 是食物，那 Ko 是啥？哦 ，Ko 是那个，咦，不对啊，这里 Ko 是什么？看一下。Something soft， 哦，对，软的，啊，软的。那软的食物，那就是婴儿食物。那软的 Jacky 是啥 ？Jacky， 软的 Jacky，J A K I，disgusting 啊 ，Jacky 是 disgusting。Disgusting 就是恶心的，所以是软的、恶心的，那是什么？大便。好，Mi Olin e Sina e Ona， 就是我爱你和他。Sina Moku e Kiri Ike， 就是你吃。果坏，你吃坏的果，坏的水果。A Taro Jacky 啊 ，Taro 水 ，Jacky 脏啊，你吃坏水果，喝脏水啊。Me looking a suno a moon 啊，我看太阳和月亮。见你 li looking a me。哎 ，Sina 啊，就是这人看我和你啊，这个人在看我和你。再来 ，Me Wile Moku， 我想吃，我想要吃啊。Me Wile A Moku， 加一个 A 就不一样了。我想食物，因为 a 后面是受词，所以是我想食物跟我想吃不一样。因为这一个上一句是 vile moku 的话 ，vile moku 算是动词，两个都是动词。那也就是想后面吃是修饰想啊。那可是到这里呢，吃已经是受词了，所以它是食物的意思，所以是我想要食物啊。Mi vile moku e telo， 就是我想要吃水，我想要吃水，那就是我想喝水。Ona li vile muti e ni， 就是他想多，他很想啊，他很想，哎，你，他很想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要看你在场是什么，他指着什么或之类。Ona li vile jo e tomo， 就是他想，jo 是指什么？jo 是有哦，他想有 tomo 屋子，他想有房屋。Me, Wile, Muti, Looking, and Sina， 就我想，很想看，很想看你，我很想看你。那用 Muti Looking 的话，就是这里已经是要了，要又很多，要很多看你，就是。很想的意思。Jens
NASA 里威雷摩里啊，人 NASA 怪怪人威雷摩里怪人威雷想摩里死，怪人想死。卷乌塔拉战士啊，这第十九页这个蛮有趣的，他是在讲说，它的结合力都是往前结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如果卷乌塔拉这样括号的话，那就往前结合的。那除了米以外因为米代表它后面有一个里以外，否则它往前结合的。那所以卷乌塔拉是战士，那卷乌塔拉波纳就是好战士，那卷乌塔拉波纳穆提就是很多好战士。卷乌塔拉波纳尼就这个好战士 ，OK， 卷波纳乌塔拉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说卷波纳是好人，那就是朋友，那乌塔拉就是战斗的好朋友、战友。好，那 me looking 波纳就是我看好，这个好是指看，所以是我好看。Mi pona looking， 把它倒过来又不一样。我好，然后看是指好，所以是我。这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我好看，这下面才是好看，上面是我看好，就是我视力很好。那这边是我很好看，我漂亮，我漂亮跟我视力很好，两个不一样。好，再来 ，Musi。Musi 是指好玩，更多字，好玩、玩、游戏、艺术，通通都是 Musi。 那 Sona 是指知识、了解、Toki 是指说话、读然后讲、那马是指田野 或乡村或者是开放空间。Sevi 是指 high 很高， holy 很神圣， heaven 天堂， above 上面。 Len 是指衣服， Mije 是指女人， Magi Mary 是指女人，米姐才是男人啊 ，Mary 米姐啊，好，然后 long 是指出现或在那里啊，所以是 me long 就是我在啊，那个笛卡尔不是说我思故我在，我在我在、啊、我存在的意思。Jam multi li long 就是很多个人在。很多个人在那里。Sunoli long sevi 就是太阳在 sevi 是天空、所以太阳在天空。Jen lily long tomo sona 小孩在 tomo sona tomo sona 是什么呢 ？tomo 是屋。Sona 是知或知识或了解，小孩在知屋，知道东西的屋子，学校。好 ，Toki， 这里刚刚这个字刚刚已经看过了。那小孩在知屋，接下来 Ona li musi long ma。就是他，然后玩在马田野，他在田野玩。田野可能是指操场的田里种的田野。Me, Willie, Molly, Long, Taylor, Sully 就是我想要 Molly 是死在 Taylor Sully Taylor 是水
书里是大，我想要死在大水，大水是什么？海。我想要死在海里。好，见你你沙马米呢？现在在讲沙马，沙马这个字就是像沙马像，哎，好像很好记啊。见你你沙马米啊，就是这个人啊，沙马像我，这个人像我。Let me li sama len sina 啊 ，len 是衣服，我的衣服像你的衣服，我们的衣服很像。Mi long tomo sewi 啊，就是我在 tomo 是屋啊，屋子 sewi 是上或者是高。所以是我在上屋，很高的屋子，高楼，我在高楼。见你 looking 沙马一匹啊，人看沙马上匹匹，哦，沙马是像，人看像虫，这个人看起来像虫啊。Mary Li Vile A Sama 啊，就是 Mary 是女人 ，Vile 想要 ，Sama 像女人想要像，那这句话真的很难理解。它的意思是女人想要平等，我觉得这一句有很多意义，但是它解释是说女人想要平等。Mi Musi Ala 现在在讲 Ala 啊 ，Ala 是指。不要，不是否定的意思、所以 mi musi ala 就是指我 musi 是玩 ala 不要，所以我不玩，我不玩、或我不快乐都可以。mi sona ala 我 sona 哎 ，sona 是啥？Sona 是知识哦，知识，我没知识。他后面写我不聪明、我没知识，没知识就是不聪明，好像也差不多了哈、不过他其实应该是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他的 Sona 是在第二个，那、第二个应该是动词，所以应该是我不知道。的意思，我觉得他讲我不聪明，怪怪的，可能都可以，但是目前我看起来觉得我不知道的这个比例可能还蛮大啊。简阿拉就是人部，人部的意思就是没有人。简阿拉里托基就是没有人在讲话。托莫塞维阿拉里隆。嘛 ，Tomo 是屋啊 ，Sewi 是高 ，Ala 啊就是没有高楼在 ，Long Long 是啥 ？Long 是在嘛田野啊，没有高楼在田野。米九阿拉诶嫩啊，我就有阿拉没，我没有衣服嫩衣服，我没有衣服啊。阿拉里加奇啊，否没有或否里加奇，加奇是脏的脏的，那所以是没有脏。就是没有东西是脏的，那阿拉里苏里啊，就是苏里是大或重要，或没有东西是重要，有没有东西是大的？有可能，因为苏里的意思很多个。阿拉里沙马哦，沙马是平等，所以是没有事情是平等，或者是沙马像没有事情像。再来讲阿里，阿里是所有。全所有啊，
那所以见阿里就是所有人啊，那见阿里里摩苦就是所有人都吃，所有人吃，所有人吃东西哈。那马阿里里波那啊，就是所有人好，哎，不对，不是所有人，马阿里是所有田，所有田野好，那就是所有国家都好。米杰阿里里萨玛，米杰是米杰是指南，哎，米杰是，哎，米杰是指南呢、啊，男人，这里写错了，应该是 old man， old man， 哎，不是 me 哈、哦，我一直觉得怪怪的，是 old man 啊，所有男人是萨玛像。男人都很像，阿里里波那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好，米维雷诶阿里就我想要全部，我想要每个东西，再来就讲人体啊，人体。Nina Kong 啊 ，Nina Kong 是指气山气，这空气的气山啊，气山就是鼻子啊，吐气的山，在它这里都是指人的身体啦哈、啊，所以它都只用一个字，但是如果你想要强调的话，你可能加一个 gen 人啊，人气山就是人的那个。不过他好像没有只专指身体的，看一下，等一下可能会看到。好，乌塔，乌塔是吃，乌塔是，乌塔是口，乌塔是口，嘴巴啊。心品，心品是胸部啊，那他心品好像用来当前面啊。摩卡。摩卡是脚，那帕丽萨米爵啊，帕丽萨米爵这就很有趣了。卢帕梅里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帕丽萨啊，帕丽萨下面有写啊，应该写帕丽萨是 something 啊 ，something long and cylindrical 什么意思呢？就是柱子。尖尖的长的柱子、所以 Palisa Midget 是指男柱，男柱是什么？就是阴茎、那 Lupa Melly、Lupa Melly 是指女洞，就是指阴道。 OK 好，那 Polka 是指旁边，或者是指那个屁股、那 Insa 是指内脏，那它这里只写胃啊，只写胃，但是应该所有内脏歌都包含在 Insa 里面。Luca 是指手或背啊，所以它不分手和背，所以它才节省资源。Nina Kuti 啊 ，Nina Kuti 是指耳朵啊，为什么是耳朵呢？啊 ，Nina 是。Nina 是 bump， 就是凸起。那 Kute 是指听的凸起，就是耳朵。OK， 这完全是会意，看人怎么想，然后就定成那样。Lava 头 ，Linja Lava， Linja 是绳子，头绳，它是。令甲是神头要倒过来解释，因为它是倒顺序的，它后面是修饰，所以神头是头神头把。那 Monsi 是背 ，Celo 是皮肤啊。好，那下面的字就有很多，这些都有很多意思啊。Nana 是
凸起啊，鼻子啊，山啊，小山丘或大山啊，或者是纽扣，这些都是凸起。空是指气、空气、风，或者是味道，或者是精神、灵魂，之类的。Rupa 是指洞或窗户或门。Palisa 是指柱子，木棒、棍子、树枝。OK。Rawa 是指主要的，领导、头、控制，或者是 steer， steer 是啥？操控，好，这个字我还不认识。Ninja 是指 string 绳子，或者是 rope 绳索，或头发，或 cord 也是绳子吧，Cello 是指表面或皮肤或壳或外层或形状。好，再来 ，Pipi、Li、Moku、A、Noka、Mi， 就是这从 Pipi 是从 Li、Moku 是吃 ，A、Noka、Noka、Mi、Noka 是。诺卡是脚，所以是虫在吃我脚，虫咬我的脚。Oko li looking， 眼睛看。Nena kute li kute， 就是耳朵听，耳朵是气，耳朵是那个什么声山。声音的山，对，好，那 insa mi li ike 就是 insa 是内部，我的内部，我的内脏，li ike 坏了，我的内脏坏了。luka mi li pona looking， luka mi luka 是手，我的手。你 pona looking， 我的手好看，我的手很好看。Lawa sina li suri mute， 你的头 suri 大 ，mute 很大，你的头超级大的意思。Ninja lawa mi li jo e tero， 就是我。头绳，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有，就是有水，头发有水就湿了，蜜酒，我有阿拉佛，我没有 ，A Jean Luca， 我没有 Jean， 这不是 Jean 是 Len 是那个 at 在，我没有，人不是 at， 人是的。我没有 ，Luca 是手，肩哦，人是那个衣服。我没有手衣，我没有手套，或者是我没有袖子啊，还有手套袖子。好，简单问句哈，因为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都是陈述句和否定句的，那现在讲问句，会不会太累？如果不太累，我就一次讲完。你们要休息就自己休息，好吧？那因为这有76页，我现在才讲到28页，我怎么觉得突然觉得好长啊？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你这样子，你如果真的。你上来讲，我发现你会学得更快，你知道吗？你又一直逼自己，脑袋一直想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什么，搞不好我讲完之后我就记住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像德国那种皮肤音乐或养生那种事情，可能比较好造。我现在也在造园，但是我就在吸收它的精华。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式不适合，不是很适合我们中文和英文的使用者，因为他倒着叙述，他有把人放在前面，然后那个形容词放后面。可是我们的中文都是形容词在前面，人在那个名词在后面。那这种我就把它改过来，所以我就看了这个之后，我把它调整一下，就变成人造小汉语，小型版本的汉语。我待会给你们看人造小汉语。先把这个啊，直接看先看人造小汉语好了，当休息一下。人造小汉语，我早上才在写的。呀，我不是存档的吗？那汉语版，对，我有对照版耶。好，我对照版那个人没有存到。好，没关系，我们先看。哦，这汉语版，哎，这样就没有对照版。我忘记了，这里好像没有存好。哦，对，因为那时候我网络挂掉。我这个要怎么？我后面的那个，算了，这个网址真的忘记了，下次再给你们看好了。人造小汉语。这个网址真的忘了，结果那个时候存档的时候网络断线这样子。好啊，那就继续好了。人造小汉语下礼拜再给各位看。那有了人造小汉语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顺，不会像那个觉得卡卡的感觉，你没学过语法怪怪的。但是其实它设计的已经很好，我觉得它的设计理念，只是它没有考虑到英语和中文的这种绝大部分人的那种习惯，强势语言的习惯。那它可能这种采用的是一个比较弱势语言的习惯。Moku li pona ala pona， 这个跟我们中文的语法很像。他说Moku，就是食物 ，li pona 好 ，ala 否，不要不是哈，然后 pona 好不好的意思，所以是说食物好不好，食物好不好，那就这我们都会了啦哈，接下来就是你好不好啊，太阳大不大啊，然后呢你。Sina Wille， 你想要想不想吃？你想不想吃？那 Ona li olin ala oli 就是爱不爱Sina 你就是他爱不爱你Responding 那你要回答是或不是呢？我觉得中文比较简单，它稍微有点不是，就比较麻烦一点。他说 Sina Musi Ala Musi， 他说你玩不玩，你玩不玩，那他说 Musi 的话就是我玩，那 Musi Ala 就是不玩，所以要讲玩或不玩。中文还可以讲是否OK， 那他不行，他一定要重复人家讲的那个动词。Sina looking ala looking a soweli soweli lili Sina looking ala looking a soweli lili 就是你看不看 a 代表后面受词a Soeli Lily， Soeli 应该是指那个兽，就是可爱的动物。那 Lily 是小，你有没有看到那只可爱的小动物的意思？你看不看小动物？然后看，你有没有看到小动物的意思？看或者是 looking ala，
看否就是不看，没看到的意思啊。Wallow 是指白 ，Pimeja 就是指黑 ，Lasso 是指蓝 ，Loge 是指红 ，Jello 是指黄。那 Kule 是指颜色啊，所以这一页都在讲颜色啊。那 Lasso Jello 就是指Lasso 是指蓝 ，Jello 是指什么？黄啊，那黄蓝就是绿，这是色料三原色的组合法，不是色光三原色，所以要注意。好，那这个应该就不用讲了，这个很清楚，色料三原色的组合法。那这里看下面 Lasso Wallow， Lasso Wallow 是 Wallow 是指白， Wallow 是指白，那 Lasso 是指蓝，所以是蓝白，那它的意思是什么？花楼又有光的意思，所以是蓝光啊。那 loge pimeja 啊 ，loge 是指红 ，pimeja 是指黑啊，所以是深黑色啊。sina jello 啊，你是黄的。telo jello 啊，就是。Telo 是水啊，Jello 是指Jello 是指黄的黄水，黄水是什么尿 ？OK， 好 ，Telo Loge 红水，红水是什么血？那 Mijo e Lenoka Lasso 哦，我有蓝鞋子啊。米摩库这一个字就有点长了 ，kepeken 啊，米摩库 kepeken， 一楼摩库，我吃 kepeken 是用 with 的意思 ，with 啊 ，with 跟用又有点不一样哦 ，with 有用的意思，但是有时候它还有汗的意思，这个 kepeken 跟with 几乎是一致，所以他说我吃用餐具啊 ，sinamori a pp loge 啊，就是你杀红虫，你杀了红虫，然后 kepeken 用 nokasina 啊，用你的鞋子。你的足，你的脚，用你的脚啊，所以你杀红虫用你的脚 ，OK。Ona kepeken e ilo mute 啊，就是你用这里 kepeken 用就是代表动词的，在这里 kepeken 是站在动词的位置，刚刚是吃站在动词 ，kepeken 是那个 with 的意思啊，那现在这个 kepeken 也当动词了。那 ona kepeken e ilo muti 啊，就是他使用很多工具。sina kepeken ala e lawa 啊，他不用啊 ，ala kepeken 不用啊。那拉瓦是什么？哦，头，你不用头，不用头脑的意思，对吧 ？More compound word，、哦、我们终于快讲到一半了，哇，讲超久了。好 ，ilo suno，ilo 是工具 ，suno 是太阳，像太阳一样的工具，那就是灯。啊、哦，那太阳或光了、啊、光的工具就灯。或蜡烛 ，Jen Sevi， Jen 是人 ，Sevi 是上面啊，所以是上人。哎、欸，这跟我们中文的用法一样，你知道那个不是很多宗教都有上人吗？那、啊、这里是指上帝啊，或者是那个圣人啊。Nothing
Savvy 啊 ，Nothing 是指道路吧 ？Nothing 是指道路，或者是方向，或者是道，中文的那个道啊。那 Nothing Savvy 就是上道，是天上的道理，就是宗教啊。那马托摩，托摩是指屋子，马是田野，嗯，那屋子的田野，很多屋子的一块地，城市，啊，那 Tomotelo 啊 ，Tomo 是，哎，刚刚不是说 Tomo 是什么 ？Tomo 是屋子啊 ，Telo 是指水，水屋，水屋就是洗澡间，好，浴室。可能泳池也可以算吧，我不知道。哦、那卷拉瓦哈，卷拉瓦人拉瓦，拉瓦是头，头头人，这跟那个中国大陆的用语很像，就是头人领导之类啊，领袖。卷塞维里奥里啊，卷塞维就上人啊，就上帝啊。你 Oli Oli， 上帝是爱，上帝爱你或上帝对，哎、欸，那 Sincerely 就是宗教哈、哦，然后呢，你 Muti 很多有很多宗教 ，Jen Lawa 你 NASA 哈、哦、，Jen Lawa 是领导领导啊、就经理或领导人啊、哦、，NASA NASA、哦、NASA 是怪啊，所以是。领导人怪怪、啊、就是领导人疯了。Me only a Jen Pipi 我爱人 Pipi。接下来这个这一页在讲什么 ？Unofficial word 就是指专有名词的意思。那他这里，因为你从刚刚看到现在，你一定注意到他全部都小写，所以他干嘛呢？把大写留给专有名词，所以。大写就专有名词，这有点像 C 语言的大写啊。C 语言之后大写就代表说那个是 define 的东西的，对吧？啊啊 ，PP 只要第一个字大写就好，后面不用大了、啊、第一个字大写就代表它的专有名词，那通常是人名、啊、那可是那这个人这个名词到底代表的是人还是代表的是什么呢？他把那个字写在前面，所以他说 ，Me only a。简皮皮是指说我爱人皮皮，所以皮皮是个人、啊、这个我觉得很好，他这样子的话你只要在把专有名词跟前面他那个词给绑定，就知道他的词性他词义都知道。简不许你一可就是不许人坏，不许是坏人。Mi toki a toki espanol、嗯、就是我讲这个话讲的，因为这里放在名词，这个虽然是讲，但是这里放在名词就变话，讲话的话、嗯、我讲西班牙话、哦、espanol 西班牙、所以它的拼法跟那个英文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里是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他应该直接采用英文就好。就是那个，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改？为什么他这个专有名词要改变形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英文字母没有全用，他只有用了16个英文字母。那英文字母有26个，所以他漏掉10个，漏掉10个就很多英文字母拼不出来，所以他就得要换。那 mi mute li long ma Mexico 啊，那就是我很多个我就我们，然后 long 在马是国家啊或田野 Mexico 我们在墨西哥，我们在墨西哥这个国家啊，那。马托莫努巴约克，努巴约克就是纽约了，好，这个有点难念。里波纳就是
马 ，tomo， 马是田野 ，tomo 是屋子，屋子的田野就是城市啊、城市，纽约城好，纽约市很好。Nothing savvy， 不低什么里破呢？ Nothing 是啥嘞？电话。Nothing， 正则记得 Nothing 啥？道路。哦 ，Nothing 是道路。对 ，Nothing savvy 那就是宗教。宗教 Buddhism 就是佛教啦。啊、Buddhism 就是佛教。好，佛教很好。OK， 好。再来 ，Karma 啊 ，Karma 是指来 ，come 的意思，来啊，所以 Karma 很好记 ，come 来。Jane Lily 里 Karma 阿拉，嗯，就是小孩没来。Jane Lasso Jello Lily 里 Karma， 那这个是人 ，Lasso 是绿。拉手是什么？拉手是 Jello， 拉手是蓝 ，Jello 是黄，黄蓝就是绿，所以是绿人，小绿人来 ，OK， 有点。如果讲黄蓝，我就可以接受；讲拉手 Jello， 我真的没办法反应过来哦。Kamasona 就是，来 ，sona 知啊，所以来知就是学啊，来懂啊，懂或了解啊。kama 就是有的意思哦 ，kama 有就是来有就是取得啊。kama mori 啊，来死就死啊，好那。米瓦雷卡玛索纳的托基弗兰斯，我想要学法语。妈妈是指就是妈妈，但是呢，它也指爸爸，所以它是指 parent。妈妈是指 parent。米杰萨玛啊，梅里萨玛，萨玛是像，米杰是男的。男的像是什么？就是像那个跟你很像的男的，就是兄弟；跟你很像的女的，就是姐妹。啊 ，Kiwi 石头 ，Nothing 道路啊 ，Lape 啊睡觉 ，Pakala 哦 ，Pakala 是指伤害啊伤害。哈瓦是指方向，啊，方向或移动，啊。Jen Lily li tawa tomo sona 就是小孩移动到支屋学校，小孩去学校，啊。Mi wale tawa tomo telo 我想要去。想要移动然后 Tomotelo 去水屋，我想要去浴室。Mitawa ma Tomo Kepekan Nothing ni 我移动马是田野 Tomo 我移动到城市然后 Kepekan 是用用 nothing 你用这条路，我移动到城市用这条路，就是我去城市用有从这条路去城市啊。ona li tawa e kiwen ni 他 tawa 移动，然后 kiwen 是石头他移动这个石头。mi toki。哈瓦西纳，我说，哈瓦西纳，我
说移动你，就是我对你说，其实这不叫移动了，这应该 toward， 对着你，就是趋向的意思。我说趋向你，就是我对你说。好 ，generaling mi ni kama tawa ma， 就是人 ，oling 啊，爱，恋爱啊，就恋人啊，我的 mi， 我的恋人啊 ，kawa， 哦 ，kama tawa ma， kama 是来啊来 ，tawa 就是趋向啊马趋向这个国家或者马这个田野啊，就是所以是我的爱人来了。好 ，tomo tawa 这里 tawa 是移动的意思 ，tomo 是屋会动的屋子，那是啥？汽车。好，那 Tomo Tawa Telo 就是屋子会动而且在水上，那是啥？船。Tomo Tawa Kong 屋子会动而且是气就是 空中，就是飞机。Tawa Musi 就是动，然后 Musi 是玩的动，那玩动就是跳舞啊，或者是对，目前它是指跳舞啊。好，那 Kiri li pona tawa mi 就是果这里是讲那个 tawa 的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喜欢不喜欢，但是其实还是翻成趋向比较好，趋向面就是趋近啊，说 kiri li pona tawa mi 就是果水果好趋向我，水果好趋我啊，是这里要倒过来，这个 tawa 是反向的意思，是有点反过来的，所以它是我好水果，我爱好水果啊，他这种关系跟我们的刚好反过来，对了啦，他的 tawa 刚好变成是我们的趋向，也不对，你讲趋向就反趋向的意思，是不是？对，就是前后的主词受词要反过来的意思啦，就是拉佩里波纳 tawa mi 就是我，你就要倒着读就对了，倒着读你就会觉得很顺，就是我趋向好拉佩，我想要睡觉啊，我不坏哦，不想不屈西娜妈妈，我不屈你的父母，就是我不喜欢你的父母。米塔瓦，我倒过来念的，应该是西娜波纳塔瓦米，但是我觉得倒过来比较顺哦，米塔瓦波纳。Sina 就是指我不趋我趋向好你，就是我喜欢你。Sina Tawa Ike Li Mi Sama Meli 就是你趋向不趋坏，你趋向坏，你我的 Sama Meli 我的姐妹，你不喜欢我的姐妹，所以这个几乎都要倒着念。好，再来的话，他说，如果你要 to say that you like to do something, you use to sentence use to sentence 就是，如果你想要说你喜欢去做某个东西，你要用两句话，什么意思呢？来看，mi moku e pipi。你你 Pona Tawa Mi 他说我吃从，然后呢你你我吃从这好驱我
好驱我，嗯，就是我喜欢吃虫，我吃虫好驱我，这个我就比较难接受了。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跟我的都不像。啊，我看田野啊，好驱我，我喜欢看田野。再来匹，这匹很像的，跟我们中文的很像啊。然后他说 ，tomo telo nasa， 就是 tomo 是屋 ，telo 是水，然后哎是水吗 ？telo 是啥 ？telo 是水，对，所以水屋是浴室 ，nasa 呢是怪啊，所以是怪水屋。哎，这到底是怪水屋还是水？怪物你要看它的结合律，那他现在就在讲，如果结合律有问题，你在中间加个匹就可以啊。如果结合律不是预设的，你就要加匹。什么意思呢？啊，他说 ，tomoteno nasa 是污水怪啊，污水怪照结合律应该是后面修饰前面，然后后面再修饰前面两个啊，那应该就是啊水污然后怪那。预设的意思应该是很怪的浴室，很怪的浴室。那可是你现在不想让它前面跟前面结合，你想这两个结合要怎么办 ？Telonasa 要结合 ，Telonasa 结合的话，那你在中间就插一个皮，就把它断掉。所以皮有断词的用意，就跟的很像，对，有断词的用意。然后他说屋的，但是这个的要倒过来，因为它是在后面。所以它是屋的 Telonasa 是指水怪，水怪怪水就是那个酒，所以是酒的屋，居酒屋，酒的屋吧，居酒屋，日本人用居酒屋就是酒吧，啊，酒吧，啊，好 ，OK， 所以 Tomo Telonasa 是很怪的意思 ，Tomo pi Telonasa 是居酒屋。见匹马托莫，人的国家托莫托莫托莫是房子的田野就是城市啊，人城市的人倒过来念，这个又要倒过来城市人啊，然后见拉瓦匹见乌塔拉啊。乌塔拉是战斗人战人哈，那拉瓦是指头领导头人，战人的头人，战士的领头将军。好，那再来是卷拉瓦皮托莫塔瓦孔啊，就是托莫。Tomo 是屋 ，Tawa 是，Tawa 是啥？看一下 ，Tawa，Tomo Tawa 孔是飞机的哈 ，Tomo Tawa 孔，孔是气的意思吧？然后 Tawa 是趋向屋哦，气趋屋就是飞机哈、哦，那气趋屋飞机，那个飞机的。头人，飞机的头人，飞机的领导，飞机的领导就机长，所以拍了，所以有点长。你看这个用五个字才代表一个机长啊。Jump people not looking 啊，就是这个人的 pona 好看啊，看好的人就是好看的人啊，好看的人那。Tomo pi mi mute 我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Jen pakala pi utala suri 人 pakala 是指受伤吗 ？pakala 是指什么 ？pakala 是指受伤，对。P
彼得乌塔拉，乌塔拉是指战斗嘛，对不对？苏里，苏里是大，大战的伤人，大战里面受伤的人。Jampi nothing savvy Buddhismo， Buddhismo 是佛教，那因为它是外来语，所以用大写。Nothing savvy 就是上道，上道那就是一样的佛教，佛教这个宗教疲倦的人、啊、佛教的人那就是佛教徒、啊、疲跟英文的 of 不太像，好，所以不要把它搞混了。他说 most time you can think peAs of， 大部分你可以把 P 就像想成 of， 所以其实用 of， 对，我们刚刚的都要倒过来，其实它是取 of 的意思，它是取英文的 of、哦、那、欸、中文说某人的什么，英文要说什么的某人，对不对、哦、对对，因什么 of 某人、哦、所以它是跟 of 很像，但是他说又有点不一样，说你把 P 想象成 of 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在不需要的时候使用 P。 卷匹马，马是 国家或田野，就是国人，你可能会想说、Man of the field、就是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se P， 所以这时候不需要用 P、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后面修饰前面，所以就卷马就好了，所以不需要在这里加个 P、啊、所以他讲卷马就是田野的人，不需要再加 P， 不需要一直乱加 P、啊、所以通常是指两个名词结合的时候才用 P，两个名词结合才用 P， 所以不需要用修饰，在修饰语的时候不需要用 P。 Wasso 是指鸟或会飞的东西，会飞的动物。 Soweli 是指陆地的动物或野兽，或可野兽应该兽有不好的意思，但是它指的是猪那种东西，猪或鸡那种可爱动物。通常怎么好像对人可爱动物就是可以吃的，快快。Kala 是指鱼或 水里的动物。Akasi 是指 reptile、嗯啊、如果会吃你的动物就不可爱，就很恐怖。Akasi 是指 reptile 是啥、嗯哦、Akasi 是龟啦，就是翻成龟，但是其实它不只是龟、啊、就是那个反正很怪的动物，恐龙、龙、蜥蜴、爬虫，那种都是 Akasi。皮皮虫 ，Kasi 是指植物啊，树啊、花啊。再来，哇，几点了、啊？几点？天哪、啊，搞不好我刚好，搞不好我到十二点都还讲不完啊，真的长啊。Kasi kule。花，为什么卡西库勒是花？卡西是指植物嘛，哦、然后库勒呢？库勒是啥 ？color， 有颜色的花，不，有颜色的植物就是花。那卡西苏里，苏里是大的，很大的植物就是树。那阿卡西苏里，很大的龟或很大的蜥蜴就是恐龙。简卡拉，简卡拉是、欸、人，然后卡拉是啥？卡拉，哎、欸，卡拉是啥？我忘了。卡拉是，哦，卡拉是那个鱼，人鱼，鱼人，准鱼人，人鱼，鱼人，就我们叫人鱼，应该叫鱼人啦，对不对？因为他最后是个人，不是个鱼啊。你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他最后也可以说是个鱼啊，这很难讲，这个就模糊地带啊。
再来 possessive with pi 就是 pi 也可以用在有拥有这个事情上面啊。Tomopi 兼 Lisa 就是 Lisa 这个人的屋子，所以跟我们的的就很像啊。可是应该因为它是倒装的，所以应该是 of house of Lisa 哦，这样就很顺了啊。House of Lisa 啊，然后呢 ，Cassie 兼 George 啊，就是 George 的什么 ？George 的 Cassie 是植物啊。那救济的植物啊 ，Sawali 是可爱动物哈、啊。那 Jen Lisa 是Lisa 就是 Lisa， 这不用翻的太过头了。Lisa 这个人的 Sawali 的宠物或者可爱动物，奇怪，狗为什么叫可爱动物？狗明明很凶啊！我一点都不喜欢狗，可是这里它被归类为可爱动物、宠物或对你好，因为狗对人比较忠心，主要是这个，不然它真的很凶。Generally nothing 啊 ，nothing 是啥嘞？nothing 是上啊，不对 ，nothing 是道路。Generally。人拉瓦是啥？拉瓦是头啊，头人啊、到哦，这句还没完，难怪我讲怪怪的。Nothing save Christian 嘛、啊，就是 Christian 嘛是基督教，基督教 save nothing 就是宗教的意思，上道宗教。基督教的头人教宗，下面有画图，教宗，基督教的头人，然后教宗你也可以说那个牧师啊，搞不好因为你是区域头人还是全域头人，这个跟市议员的全域变数跟区域变数有像。好，那再来、Me and Sina Li Jen Pona、就是这再讲 and 哦 ，and 就是 end 的意思，差不多是 end 的意思啊，所以是 me and Sina， 我和你 ，Li Jen Pona 啊，我和你是好人，是好人，他这里好人是朋友啊，所以是我和你是朋友啊。Lape and Tawa Musi Li Pona Tawa Mi 啊，就是Lape 是啥东东啊？拉培是睡觉，睡 ，and Tawa 是趋向啊 ，Musi 是玩啊，玩趋玩动哦，玩动就是跳舞啊，那睡觉和跳舞 ，Li Pona 好 ，Tawa Mi 好，对于我啊，Tawa 好像翻成对于就。是对他吧 toward 对好，所以是睡觉和跳舞对我好。Arcasi Lasso Jellop 然后你可以上面说你可以用皮当两个人有某些事物的时候就用 P、啊、所以 Akeli Lasso Jello Akeli Lasso Akeli Lasso 到底是什么东东？ Akeli 正则记得 Akeli 是什么吗？ Reptile 是啥？ Reptile Akeli Akesi 不是 Akeli AkesiLasso Jello Lasso Jello 绿 Lasso Jello 是绿，对，因为那个两个颜色 Arcasi 是 Reptile 是不是鱼啊？ Arcasi 是鱼啊、哦、龟吗？龟嘿、哦、龟、啊、
绿龟，绿龟和什么 ？Jen Danila and Jen Jun 啊，好，看说明好了，这句再来解释。丹尼尔和约翰的绿蜥蜴，我想不出来是这种东西。丹尼尔和约翰的绿蜥蜴啊。米瓦雷就诶卡拉诶瓦索杰罗，我希望你有章鱼和 canary。canary 又是啥 ？canary 瓦索杰罗。我说 Jello， Jello 是 Jello 是绿还是红还是蓝？是黄黄黄鱼，黄鱼就是章鱼啊，怪怪的。哦，讲太久了，要坐下来，太累了。再来 ，Poka 是啥？摩卡是说，你要和某些人做某些事，就用摩卡。这应该是和的意思。米龙摩卡卷波纳米，我和我的朋友。Sina Tawa Tomo Sona Poka Meli Samami， 就是你去学校和我的姐妹。所以 Poka 是差不多汉的意思。好，跳了 Poka 知道差不多汉的意思。 Interjection、哦、这是什么情绪吗？看这个很像情绪的样子、啊、Pona 好，然后呢 Ike Why Pakala Pakala 受伤吗？还是 Damn 就是该死。木是指木，本来应该是牛讲木那个木，好，所以木这个可能是没意义的话啊，木啊，木按照顺序，这个是这个 ，ik 是这个，然后 akala 是这个，那木应该就是这个。是吗 ？Musi 是指 cool 和啊，然后啊啊啊就是哈哈哈。Pana 给 Pali 做工作 ，Believe 摸感觉想 ，Ijo 事情 ，Poki 是容器，我瓶子。或盒子 ，CK 是圆圈或球或球面，所以 CK 2就是 two 是二 ，two 是二，那 CK 就是轮子，所以是 bicycle 两轮。Generally, Hana a Taylor Jello 啊 ，the child pees 就是。小孩尿尿了，为什么这是小孩尿尿？看一下 ，Janili 小人啊、哦，对，你 ，Hana 是给 ，Taylor Jello 是水 ，Jello 是黄，对，小孩给黄水就是尿尿了。好，那 Mi Pilin Pona 我感觉好。Kili li long poki 啊，水果在篮子里啊。Mi musi papekan 啊 ，papekan ck 我玩球啊。好，这个跳过啊。Ten 代表的是因为啊，来源呐 啊这些东西。Because 啊。那所以 mi pilin ike ten ni 啊，就是我感觉坏，因为这个
我感觉话，因为这个，这个后面通常他接一个句子，他说我的猫死了，所以我感觉坏，每都是这样。好，哦，真的太长了，休息一下了，休息个十分钟再来，不然太长太长了。这个如果是我写的话，应该没那么久，但是这个。